开心吗？开心啊！我们现在已经在北京机场了，然后准备下午三时的飞机，准备去巴厘岛，看看我们一大家子人。大爷，护照找不着了。进入角色了。瞬间就不好，哎，就找不着了。等一下，开始了。耶！我们今天终于要准备去巴厘岛。对，巴厘岛。真的巴厘岛哟。印度尼西亚，因为要结婚了。现在在北京的 T2 航站，T2 航站就比较老。然后呢，这次所以呢，爸爸送我们大家一大家子过来，那去不了。我有点紧张。好了，在婚礼现场跟我说的誓词，你想好了吗？你想好了吗？没有。好了。好吧。Hello 呀。你知道帅吗？有一点点帅，主要是才华。就这样子。嗯。等一下，好，现在开始，大家听个广播。不用录了。等一下，你看走。飞机已经起飞了，巴厘岛见喽，拜。